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我们收到线报，在南墨西哥小镇有一桩毒品交易啊，现场已经被军方封锁了，还有特种部队随时准备攻坚啊。这次行动大家千万小心啊！啊，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应该是不影响我们的出勤状况。我们就开这台震爆车出发吧。来来来，我们先，哎，上车上车。我们等一下去开到另外一个分局啊，去载其他的队员哦。这台震爆车有做些改良啊。我已经看到对面的屋顶上面已经有狙击手在上面了。那我们先把这台震爆车呢开到这个后面的巷子仓库这里啊、哦。有看到军方人员了，来来来，下车下车。OK， 我们现在呢先去跟他们的队长会面一下。先可以看到这边。仓库这里呢是已经有军方在这里守在这边了，然后他们，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太早，有可能要等到傍晚的时间再攻坚啊。有你们的队长在哪边？哦，在前面是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哎，队长在这里。对，我们现在。傍晚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灯有点亮啊，我可能会要求他们先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先把它关掉，这样子我们比较好攻坚啊。来来来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状况哦。OK， 这边有个大卡车，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这边有一些不良分子聚集在这里。然后这个老兄在拍什么？拍夜景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绕过去的话，可以看到没有人。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后面有两个人在后面把守，然后上面还有直升机，直升机旁边还有人坐在上面。守卫其实不算多了，但是还蛮严密的。还货车里面不晓得装了什么爆裂物。这次行动呢，是为了要逮捕他这个毒品的老大。我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这边也是有一些不良分子。哇哦，这么名贵的车子在这里啊！对，所以后门还有两个人，拿机枪。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你先到后面去。哎，不会吧！糟糕，我们受到攻击了。啊！军方人员居然叛变，我居然刺不死他们，交给你了。哇，这边，我们被埋伏了。糟糕，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啊！有人倒地，哇！上面人，
办法过去好了。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哦，我中弹。居然还有其他人关在这里，这要需要你们来协助帮我干掉他们了。我上去唯一方法应该是这台货车，有人把他干掉，人躲在后面啊。喂喂，这边上去。哦，他们掉下去了。这样最后一个人是吗？是结束了吧？我去看一下，他们老大已经挂了。这算是任务结束吧？没有大量的毒品跟钱，你把他的枪收起来。这边是可能需要有人来善后啦，虽然说这次任务没有逮捕到这个毒贩的老大，但是我们至少已经消灭了毒品的军团了。 OK， 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啊，想要看更多这类的影片的欢迎下方的留言给我。